小姐姐说太硬了不舒服也不实用，还有人说太软了感觉支撑感不咋地，然后将近5000条差评，5000条差评啊，当然还有40多万的销量。这怎么回事？维姐借我10块。到货了，各位观众老爷，搬个板凳，欢迎点赞，咱们开始拆箱。哎，就这么点海绵，怎么感觉又上当了？我这个戴在脖子上，怎么感觉？看评论区有人说支撑感不咋地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1米8大个儿，完了80公斤。比如说我坐这里剪视频的时候累了，哎，头往这一歪，哎，最起码还有一个东西支撑着脖子，还挺舒服。不戴脖套开车，戴脖套开车，不戴脖套玩手机，戴脖套玩手机。